中国女排巴黎奥运会三场小组赛已经结束，最终中国女排在不被外界看好的情况下，接连把美国女排以及塞尔维亚女排斩落马下，取得三连胜，挺进八强，接下来将和土耳其女排争夺四强的门票。我们球队却接连传来三个坏消息，对于接下来的征程恐怕并不是特别的好，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。首先，第一个坏消息和朱婷有关。回看第三场比赛，可以看到在进入第三节的时候，朱婷在一次救球过程中不小心撞到了广告板上，导致手部的位置出现伤病，后续直接被主教练蔡斌给换了下去，之后再也没有上来。在整个过程，朱婷一直用冰敷着自己的手腕那个位置，所以很多球迷其实都担心朱婷的伤病会不会有很大的问题。从当时休息的画面可以看到，朱婷在敷着伤口的时候一直和教练有说有笑，并没有太多痛苦的表情，所以根据这个细节可以猜测到这一次的撞击对于朱婷有影响，但是应该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。当然也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朱婷能不能够出战下一场比赛，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毕竟为了保险起见，蔡斌可能也不敢冒险使用朱婷，而一旦朱婷缺席，吴梦洁和李盈莹他们能不能够拿下土耳其女排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毕竟经验老道的朱婷和吴梦洁这些年轻球员完全是两个等级的水平。除了朱婷的伤病问题之外，另外一方面，作为中国女排的王牌副攻、首发副攻以及我们的大队长袁心玥，在对战塞尔维亚女排这一场比赛的表现也遭到球迷的诟病。很多球迷担心接下来她会拖了中国女排的后腿。在球迷看来，袁心玥参加中国女排几场比赛，每次首发的表现都并不是特别的理想，大部分时候都是锦上添花。如果在球队出现困难的时候，基本上很少有雪中送炭的时候，而且每一次出手都被对手狠狠地针对。整体来说，对整个球队的贡献并不是特别大，有的时候还出现不少失误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接下来朱婷一旦缺席没有登场，球迷自然担心袁心玥能不能够带领中国女排战胜强大的土耳其女排。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，接下来还有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，那就是中国女排的压力包袱会不会太大。大家很清楚，中国女排从来都有强大的实力，但一旦我们背上比较沉重的包袱，我们就不一定能够打出好的成绩。在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，中国女排之所以可以打败土耳其女排，完全是放手一搏，以挑战者的心态去对战对手。